找到一个停车的好位置，我打算就在这做个饭，然后顺便把车里收拾一下，然后再去装全景摄像头。看我车里面真的好多东西，好乱啊！这个卫生间里面堆满了东西，后面也是。哎呦，我天哪，怎么办？前面还好，就是后面。这个就是我房子的小冰箱，很小，但是够用了。鸡蛋碎了一个，刚才不小心。然后有玉米、冬瓜、馄饨、饺子、奶黄包，这个应该是我丸子吧。然后还有昨天的米酒，不错哦。昨天忘了开冰箱了，我的馄饨都要化了，你看。然后我还有一个蒸锅，然后这上面就可以直接蒸东西了。然后我再蒸两个豆沙包，然后今天中饭就 OK 了。三个吧，差不多。我的馄饨再煮煮应该好了吧？馄饨鸡蛋加豆沙包。这个就是豆沙包了，小小的，嘿嘿，不错。好像没熟哎。